你那么肥，怎么胖？胖嘟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秀丽肯小游剧台。鸡腿姐姐，弟弟，希乐。好，没错，今天的影片啊，我觉得是。为什么要推进图？我看到你啊。没错，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一个平常不会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做的事情。对，因为他们很可爱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平常就是会，就是我们会一直称赞他，对不对？就说好可爱啊，然后是一堆莫名其妙的外星语。但是我们想说，哎，如果我们一整天24小时赞美他们、批评他们的话，会有什么反应？哭啊！你有曾经批评过秀弟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有说你们长得太可爱，真的吓死了。就是批评呢，就是说可能你好胖哦，你好丑哦，大家这种概念。不会不会，从来没有。就可能比较适合对你讲而已。啊！好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想要挑战看看，一整天批评秀弟的话，再看秀弟最后会不会暴气反击这样。因为呢，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嫌弃他们，或是骂他们，就是什么说他们不好看之类，因为根本没有。对，因为看到他的脸就觉得太可爱了。好，那我们期待今天的挑战。好了，那看到这边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呢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记住我们 IG 这边去装起来。嗯？讲话。我已经讲完了。你不是要讲最后一句？那记得对的，那个记得对的，那个。记得要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好，那就马上开始今天的24小时批评狗狗，来看秀弟会什么反应吧。Let's go， 狗狗，记得舔我。好，各位，现在呢，我要先来像平常一样的称赞他们，然后称赞一半的时候呢，骂他们，来看他们什么反应。哎，刚刚撒娇怎么办？不挑战了。弟，好可爱呀。你好丑。马上不动了。哎，弟弟好可爱啊！弟弟好胖。刚才催我吗？哎，真的有差吗？催我哎！弟弟你好棒呀，可爱。这真丑。弟弟你好老。What？ 哎，他催我嘞。所以批评他们，他会生气吗？是吗？把他头上定住。弟弟好可爱呀！弟弟好胖。秀在后面生气。什么？爱管闲事。希尔知道我在骂弟弟吗？对。弟弟，快快快快！他在狂舔啊！撒娇。哎，我刚刚就是讲可爱，突然讲你好胖，你要怎么？他突然定住哎。他想说你干嘛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其实从来不会这样哎，我们真的不会骂他们，因为根本没有什么可以骂的。对啊，他太可爱了。弟弟你好可爱呀！弟弟你好丑。看镜头哎。弟弟，你好胖。你。坏坏，不乖。嗯。哎，他们不动哎。我看一下他脸。弟弟你好丑。你一点都不可爱。哥哥。你脚太短了。哦。谢谢。走掉走掉。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继续再。弟弟你不可爱，而且还缺牙。嗯。啊，你那么棒啊。你撒娇，你不棒啊！你好可爱啊！你不可爱。好，那刚刚弟弟的实测就是，好像从可爱，然后突然变成批评、嫌弃的话，他会突然愣住，然后说：“哎、欸，公三小那种感觉。”哎、欸，所以他真的听得懂哎、欸？他可能听得懂我可能在骂他那种感觉、所以他知道你在骂我这样。有可能的，因为我们平常根本不会这样哎、欸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希乐会有什么反应，就是一下可爱，然后突然换成批评他。Let's go。Go， 希乐你好棒啊！我说什么？你不棒，你不可爱。啊，好可爱，好棒啊！你不可爱。Nope， 头太蓬了。啊，头太大了。你不可爱好不好 ？What？ 他眼神变了。哎，他说什么？很开心，对，最可爱了。太胖了。What？ 太胖了，低了。你要减肥，你毛太蓬了，要减肥。要撒娇吗？你眼睛太大了。啊，没有，你很可爱，好不好？厉害厉害，哎哎，撒娇撒娇。希乐，等下出去好不好？要出去吗？不行，你最近都不吃饭，不跟你出去。不行，不跟你出去了。
Nope. 太坏了，都不吃饭饭，还那么胖，你不可爱。啊，没有啦，你最棒了，好吧？太胖了，你人不可爱，有损比熊的犬种，好不好？你要瘦一点啊，太胖了，不能吃了，好不好？太穷了。撒娇。Nope。太胖了，你最棒了，都不会叫，对不对？不要乱叫，绝对会乱叫，不能乱叫，好不好？还被检举哦，不行，乱叫叫，好不好？不行。你最棒了，会啊。你们都来了。你们太胖了。生气了啦！需要生气了吗？你为什么脚那么短？脚太短了。你脚那么短？脚那么短。气了好像会变成反省的感觉。他是在反省说为什么哥哥要这样说我吗？对啊，然后他好像都不会生气，为什么？平常都不会这样，都不会骂他。对，他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吧。完蛋了，我们这集好坏哦。对啊。想计划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说这种气话啊？是我想这种气话啊，季乐姐想的、是你想的。季乐姐，我就是坚决反对不做这种事。季乐姐说要拍的，二十。我没有。我现在要跟弟弟生气，我弟弟现在好像心情不太好哎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刚骂他。我那是节目效果。他现在生气了。弟弟你那么可爱啊，你是最可爱的弟弟，你最聪明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头那么塌？都没有蓬蓬头，都头很塌的。你要问他爸吗？没有，没关系。你头塌，姐姐还是喜欢你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姐姐最喜欢哦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他定住了，他定住了。你为什么头分叉中分？你为什么中分？好了，没关系啦，姐姐还是喜欢你，好不好？总感觉有点像人格分裂的一集。为什么你那么聪明？我在讲什么你都听得懂？你是不是冷？你是冷对不对？傻眼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你是最聪明的，姐姐喜欢你。希娜，你那么香，那么可爱，那么臭，都不刷牙，姐姐帮你刷牙都不刷牙。上次直播的时候被我漏气，你，你逼我生气。我怎么长那么可爱，吓死人！每次看到你都吓一跳，长那么可爱，头那么蓬，腿那么短，看到你就很开心哎，生气哦！长那么可爱，吓死人，都不刷牙，乱叫叫，姐姐生气哦！为什么每次有人来都要一直叫叫叫？生气哦！放手，撒娇。你要骂他哎、今天是骂他，不是撒娇哎，舍不得骂哎，快点、你今天违背今天主题哎、我刚刚骂他，长得太可爱，吓死人。你那么肥，那么胖，胖嘟嘟。他怎么气走了？生气了。他怎么会生气？因为我说他胖嘟嘟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很苗条吧，他觉得自己身材很好。怎么办？现在现在没事没事啊，哇他生气都走掉了，没事哈、我们今天只是拍影片而已啦，好不好？没事没事，今天只是开玩笑的哦、开玩笑的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好了，不然他们两个等一下心情不好怎么办？等一下我们会好好的跟秀弟道歉。好，那我马上来道歉吧。秀弟弟，秀弟弟，秀不领情哎、怎么办？秀不领情，生气了。好，各位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整天二十四小时呢批评希尔蒂呢，最后我们跟他道歉了，对，太罪恶了，不然我怕他们会生气，嘿嘿，因为呢，我们今天呢讲的话都是平常不会讲的话，好，那今天呢辛苦希尔蒂了，我们从来不会这样批评他们，他们可能有傻眼一下，那奇怪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，大家如果想试试看的话，可以和你的宝贝试试看，但是讲一两句就好，不要太多句，不然他们会生气。像秀尔呢，刚刚就会暴气啊！秀尔暴气到走掉了。秀尔没事啦，只是开玩笑的，只是拍影片好不好？秀尔不领情，直走掉。不理你了。好啦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啦。那今天就是二十四小时批评狗狗耶。好，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自己开小铃铛。耶。
记得我们 IG 哦。希望还在不爽怎么办？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生气了啦，不爽了，怎么办？你看吧。啊，你最棒，你超乖，你超可爱，好不好？你也都不胖，好不好？一点都不蓬，脚一点都不短，好不好？老板，等一下赶快买喝酒给他们。